咁我哋去呢个香港仔巴士总站落车，咁向前行。咁我哋行过呢条行人隧道，通过去对面马路，去到对面马路咧就系呢个香港仔海滨公园。咁我哋喺向右手边行先，我哋首先去呢、这个香港仔鱼市场，或者香港仔鱼市场嘅批发中心。咁、如果猪游咗嚟咧，就会见到呢、这个香港仔鱼市场嘅天光墟。咁嗰度有好多啲艇家咧喺度叫卖海鲜嘅。咁亦都被誉为呢个港版嘅足地，因为有好多海鲜卖嗰度。價錢亦都比出面平啊！我諗兩三成到啦。咁我哋沿途跟呢個海濱公園路行咧，會見到呢好多啲漁船啊，同埋啲渡輪咧，會喺一啲碼頭嗰度咧，可以由呢個香港仔海濱公園咧坐船過去對面嘅鴨脷洲啊，亦都可以喺度坐船去呢個南丫島啊、榕樹灣啊。香港仔啊、赤柱啊、蒲台岛啊，都可以一路坐船嘅。嚟呢个鱼市场咧，呢个天光墟咧，就要八点钟之前，咁就会多啲嘢卖噶。咁啊！啲呢个艇家度卖啲鱼啊，咁都好平，我想买嘅，不过就因为仲要行过去呢个阿比德大桥啊，所以冇买到。咁大家下次嚟呢度咧，就可以就啱时间啊，可以买翻啲平嘅海鲜翻屋企。咁呢啲黄立仓好似系得60蚊条嘅啫。啲鷹倉啊、黃立倉啊都好平，60蚊一條咁咯。咁當日我見到一啲釣桶、一啲魷魚仔，我都想買翻跟翻去白灼啊，但系就都系冇買到。啲蝦60蚊一斤啦、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